民間鄉是農業大鎮，為著要幫助在地農友推廣有機農產品，民間鄉公所為七月十五開始到八月二十，每禮拜週末攏會佇青竹公園舉辦農友市集。現場唔鬧有機農產會當宣講，更有 DIY 體驗，相當適合全家大細做回來佚佗。一单过一单的特色摊商，小进来游客拢笑了真欢喜。平安公所为着要来推广在地农产，特别伫青竹公园举办农游市集，为期六礼拜的活动，就是要让民众拢会当做一届都来买着在地好产品。民间乡呢，第一次在我们亲子生态公园呢来办理这个小农市集哈。那从今天开始每一个六日呢哈，为期六个礼拜呢，我们总共有十五六个摊位呢会来这边摆我们民间乡的这个农特产品。那也希望说呢，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常交通便利的地方呢，希望借着这个暑假的时间呢，那全台湾的这些爸爸妈妈带来我们亲子乐园玩呢，顺便来品尝我们民间最道地的这个农产品。现场的摊商拢是由在地农民青农所组成，其中真侪返乡创业的少年人也带着特别的商品前来推广，唔但是要让民众买到当地产，也要让大家看到少年人回乡创业的用心。这次公主办这个活动啊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些小农跟返乡青年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推动我们自己在民间努力出来的产品。那我们这次呢，我们有跟几个朋友合作，我们卖了鹿角蕨，我们呢卖了文创商品跟我自己的咖啡，这都是我们返乡回来之后来去做的，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说我们返乡青年回来做了这些这么多的东西。民间乡是农业大镇，在地特色是相当的多，因此由着七个社区所组成的社区营销团队，在这届市集当中也来分享着各社区的特色产品。现在今日今朝是成功，让大家看到社区的成长。来这个农游市集，然后突然看到说民间乡的社区原来其实有摆很多，有卖很多很多有趣的产品，而且很棒的农特产品，其实这个蛮让我惊艳的。不过这个机会更认识社区，其实有那么多不错的。农特产，中鼎社区带领七个社区来做一个产业行销。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地，七个社区都来排我们各社区的特色。我们希望把各社区的特色带动起来。这届农游市集是相当用心，欢迎全台好朋友伫八月二十号进前，每礼拜六礼拜到顶来佚佗，做伙支持在地农产。民间乡农游市集，记者李伟鼎采访报道。